那么喊下口号：捷运通桃园，捷运通桃园，土方快回天，土方快回天。就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捷运局自行突然紧急停工。捷运局为什么停工呢？因为捷运局在边坡施作工程上，他们发现用来稳定边坡的地锚，它的拉力已经突破了警戒值。这个警戒值多少呢？是90吨。那我们再告诉大家，这批地锚当初设计可以承受的拉力是多少？是60吨。所以从这样的官方地锚的监测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走山危机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它就是快要发生了。如果中央不赶快介入处理土方回填的话，那就是罔顾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这几个月来吼，到处奔走，就是监察院啦、市政府、工程会、交通部，我们走透透，但是都没有回应。现在那个捷运已经停工8个多月了，但是那个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我们在桃园县政府的网站上面已经有查到，就是桃园县他们现在要调叫中线的捷运，就是从新庄线这边延伸过去了。那不知道是物理这边有没有收到，就是地方政府，就是桃园县政府，给过来的，就是相关的计划呢？事实上就是说，桃园县政府他在做中线，就是桃园捷运中线的这样一个可行性研究。然后如果说照这样一个程序的话，他们到时候完成这样的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后，然后呢再会再去报到部里面来做这样一个审查。所以部里现在都没有收到。审查以后，事实上就目前这个部分，他们也还在做这样一个可行性研究。那只是问题是说，现在就是如果说在整个就是乐生，如果发生在乐生发生走山的话，那其实就是整个不只是机场，不只是乐生，连回龙站都会毁损，甚至是连新庄线的末端轨道都会毁损。那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中线根本无法从新庄线的末端往桃园延伸。那是不是可以请就是部里，就是催促一下地方政府，或者是说部里主动朝这个方向研拟？因为我们月初的时候，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也去拜会过江副院长，江宜桦行政院江宜桦江副院长。那，在我们那次拜会中，江副院长跟我们承诺说，行政院那边会指示中央的部分来协调，就是关于捷运未来如何规划。那不知道说就是部里这边有没有什么，就是目前的就是规划，或者是说针对这个比较紧急的状况，就是来做一个。我想我这边哈，就是做两点的一个说明啊。第一个就是目前哈，新庄机场的一个机场的施工安全也好，边坡稳定的这样一个安全也好，那台北市政府捷运局这边呢，也已经事实上是就已经有请他们的这个顾问公司来做一个解决方案这样一个评估报告。那另外一方面，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他们也找了第三者比较公正专业的一个团体，像台湾省技师工会来做这样一个评估。那我想就说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捷运局这边既然他们已经有委托相关的专业单位来做这样一个评估的话，我想新庄机场的一个边坡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的报告的话，事实上他们到时候我刚刚有很特别提到哈，科长所提的台北市政府捷运局所委请的所谓的公正第三方台湾省大地技师工会，就是民国99年8月停工以后，台北市捷运局请他们进来介入的。那么他们进来介入以后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民国100年3月复工了以后，就连续发生两次的大滑动。这两次大滑动呢，就是从99年的8月，他们一直研究到100年的3月复工以后，100年的3月到7月。那个滑动的曲线是非常的陡峭的，他们在7月底的时候发现新院区都发生了重大的滑动的时候，赶快停工下来。停工下来，经过他们台湾省大地技师工会这所谓的专业团体和台湾市西这个捷运局的顾问一起研究了以后，加了一排地锚以后，9月复工。到9月到11月又再发生了非常陡峭的滑动。所以不管是捷运局，不管是他的顾问台湾市西，不管是他们委请的公正第三方，他们的专业性是非常糟糕的。如果交通部到现在还说要尊重他们的专业，我认为交通部是第一个状况外完全失职，第二个交通部是在推卸责任。